往胸口、往肚子这一块去砍啊。技术体系上面就是学会先转腰，带手转腰，抛球的时候先把重心引开，才有空间去加速。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说去摩擦球的中侧部跟中侧下部啊，这个是取决于你怕上旋还是下旋啊。摩擦了以后，主要是手腕、手指加前臂去加速，加速的这一下很关键啊，往胸口、往肚子这一块去砍啊，去加速砍住就行了哈。放松，加速，吃住，加速，吃住。啊，手指主要就是大拇指跟食指啊，加上中指在这里顶住球拍啊，横握球拍的话，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好用手腕一些，中指顶住啊，然后靠食指大拇指的这个力量去加速去摩擦，手腕在引拍的时候尽量展开，手腕带动手指的运行轨迹有一个这个力度啊，产生强烈的旋转，等球落下来的时候在这个点去加速，侧下，侧下，那吃住球了。